天哪！哇，什么奇迹啊！然后有没有发光？没有了，哦，用完了，没了。哦，就一个发光，所以刚发光没了，说明我躲到泳池里，你还不会发现我。对啊，嗯，没了，我来这，对啊，哎呦，白金是从别的路进去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好，声音好大，好大，好大声，好大声。哦，等等了，我刚刚在指令区看到，在正常区，不是你那个也不算指令区。是啊，对，所以哦，有那边还是半个指令区是吗？还是这样？就是半个下水道那里的指令区而已。哦哦，那陨月是跳到真指令区的，对，再来真指令区，真指令区啊，完了，换陨月，完了，啊，指令区不能去了，指令区不能去了，鬼了，走下去而已呀，拔出那把剑吧，拔。快跑！哎，繁星怎么？哎，繁星小心！会不会这样？没事没事没事，不会吧？应该没事。快跑快跑快跑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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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想看你们去哪里，因为我已经没头绪了。我想看紫薇去哪里。幽魂有什么可以跑到很指令区的？透视，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啊！完了，我完全无头绪啊！我又要来洗钱了。哇，这过不去啊！所以还是要走里面，然后想办法绕过去。可以买个击退棒用啊！哦，空中武器啊？这是哪里？这能干嘛？这技能是 Q 出去吗？对 ，Q 出去。哦哦哦哦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已经出来了！哎，出来太快了吧？完了，我要在外面逛街。等一下，这个逛街。完了，抱歉。完了完了！白痴，这只是藏在外面而已，这烂透了。谁还在外面啦？完了，完了！我只能躲在阴暗的小房间，瑟瑟的发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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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啦，我突然上不去啊！啊，下去啊！你就下去啊！我们都只能躲在阴暗的小房间。哎，上不去就下来呀！啊，这里我还回不去，是哪里？我原来我跟杰瑞也回不去了。哇！我这个可以通到外面，可是就是赤裸的外面，赤裸的外面是吧？没地方走，没有地方走了。完了，赤裸的外面，完了，我不会去，我不会去那里。赤裸。我们两个人在这惨兮兮。外面是吧？哪里啊？我没有要去，我没有要去。我靠！你要跑跑怎么上去啊？杰瑞，我要来试了。你要试什么？试吧。这太远了吧？哦哦，对哈，我刚没看这个。哦，哎，你们走到哪里啊？你们那该不会是指令区吧？来喽！你们成功到指令区在哪里呀？成功了！哇！哎呦！哎呦！到！哇！你们从哪过去的？哎哎哎！这个我就不太敢跳了。哎，等等，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哦。可以啊。杰瑞去吧。不是哦，那是我按到，我按到才让你下来的。还是要我去？我屁股太大了，我没有要往后的。压到了。我屁股，很极限，很极限。你先去，你先去。哎，我去看看他们在哪。徐云就站在这里，我在哪里啊？下去了，摔死吗？你愿意去找别人？坦坦，你刚刚怎么走的？带我，我们去抓这里。好，走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不要这样，快点，杰瑞过那个坎。我来找一下。没有坎的，这是最后地方没有坎的。哎，你跟我走去那栋大厦。好，你们是都跳过去是吗？我刚刚有跳，可是失败了。这里哪里？没有坎的，我真的没有坎的。走，走这。我就耗他们时间。然后这里。然后好，云月走。好。好，我先哎。啊，你先走。撑过来，之前的那个地方，对对，之前的套路。然后呢，这边上去，所以这里就还是可以。对，
这样这样这样，一个一个上来，上来。哎，瓦格，这时间有点不够啊，说实在，哎呦，啊，呵，啊，没开到。哎，我下来了，我下来了，我先，你上去了，上去了，加油，加油，有了，上来了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啊，剩下这边你们应该就知道了吧？我就不带了，知道知道。哎呀，每次跳这边都觉得很紧张，我要变成小鬼了吗？我觉得大鬼死掉变小鬼，对，所以技能花一花，你为什么要跟我们来？我来了，技能可以花一花。姐妹，我看到你了。不要啦，我你要自己下去还是我打你？自己选择。哎呦，那边还有一个。啊？那里那里啊那里啊，那个团团去了，那个团团去了，团团去了 ，OK。我也下去了，下去了。还是有一个，就那个没有跑就掉下去了。对，那边其实有点极限。OK， 不要跑，凡事不要跑。哎呦，小雨在哪？我在地底下。你在地底下，我也在地底下。我有很多头陪伴我。好。很多头的地底下，很多头，真的超多头。好吧，我现在只能下去了。还有八光吗？没有，八光用完了。哇，那陨月应该用完了。耶！有没有加速之类的？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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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变小鬼了！你变小鬼了！阿星，我没看到啊。那可以怎么用的？哦不，我可以划走的。噔噔噔，这两个人，两个人。这是哪里？这边怎么出去啊？这好酷哦！你想办法吧。那边是抓鬼，抓鬼的陷阱。好想看看这个凋零花，哎，我的天哪！哇，是回来了！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血那么少？哈哈哈哈哈！这段血怎么特别少？少了两颗。哎呀，好难哦！刚刚是。杰克跟小雨活着嘛？嗯，我下来，小雨当过啦。杰克，就换杰克啦。这么会躲，就要很会抓，上吧！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要跑指令区了，是吧？啊，我不要去指令区，好可怕！我要去这个，我要去这个。你要去哪个？你刚躲在哪？我看一下，我已经不见了。这里是哪里？要怎么躲？你想躲哪里？你是左转吗？没有，我进那个上下电梯那个。好吧，我要去躲一个最废的地方。你要躲什么最废的地方？哎，躲过头了吗？什么最废的地方？哈，多废？我觉得超废。怎么废？哦，对对对，这个。笑太开心了吧？自走开心。好了，我又来到刚刚很多头的地方了。你就是要很多头陪伴，很多头的地方，超多头的地方，真的超多头的。这怎么使用啊 ？Q 吗 ？Q 吧。哎，你干嘛？凋零雕，这雕可以雕几次？两次而已啦。哦，那雕不行。跳我手上。应该买个治疗药水。我吓到了。我们在这边看他来，我们在跑。所以那个可以那个吗？哦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也会跳墙嘛，就是他来的时候我就噗跳走了。可以可以，计策计策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卡到奇怪的地方啊？卡在哪？舒服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，哪个？哪个？哪个？有事跟我们讲啊！有事跟我们讲啊，绝对没问题啊。我刚好像有点溺水了啦！哈，你怎么溺水？我会溺死啊！溺水？你好，这跑得回去吗？左有一个洞。杰克是不是迷路了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是被卡点了吗？啊？没有，应该不会，应该有路可以出来。有路吗？你真的有问题的话，可以 kill 自己，可是你就变小鬼。你会变小鬼？那我这个先丢一丢好了。哎！跑酷到一半呢、欸，我吓到了！哇塞，这个点也是很可怕啊！欸、他过来有没有？你要跳的时候他凋零就GG了。
结果应该是到 bug 点了，那边不知道能不能去、欸。你可以 kill 自己啊。那你只能变小鬼喽。是卡到屏障，你已经花太多时间了，你要果断一下。哎呦，没救了！再不抓人就没人了。不然你自己飞出来的嘛，自己飞嘛。好，OK 好了、啊、，OK 好了。变小鬼、啊，反正我技能都用过啦、啊，技能用过了、啊，所以其实没差，其实就没差。好猛哦、喔！哎、欸，繁星，嘿，在哪里？繁星，嘿，我看到这里。哦、我跟你讲，看不到，那边会被哈自己打。哈子，我也看到了。原来你有很多骨头啊！繁星抬头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繁星抬头，这里。我怎么好像知道小哪里啊？头颅是哪里、啊？最高那边，就很多头啊！最高，最高。怎么有点印象啊？哦、真的超多头，往上去。哎呦，我看到小雨的 ID 了。回的。小雨是可以跑酷吗？我在远方。不用跑酷。哦，不用跑。打招呼，打招呼。嘿、hey, ，我什么都不用做，我只要就对，就来了。都在下面，就堵在这里啦。哇，音乐好猛啊！哎、欸，音乐嘞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音乐好猛、啊。继续看看远方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那边应该是出生点。这边出生点附近而已，超的很不会。嘿，杰克，最危险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，就是最安全的，这里就是超安全的。哎、欸，你们两个这里也很安全，应该吧？我还没看过任何人走在这里。其实这里很暗，就是他过来，有可能他就蹲着，然后他就没注意到了啊。没有，我这里很亮，我超亮。哦、我用这个，我用这里，我这里超暗。哎、欸，你们很坏哎、欸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没有用？嘿，没有用，挥手，挥手，挥手，没用哎、欸，没用，他竟然有用！没用，死了，可恶！怎么没有？抓到吧！哇，这个藏武器嘞！哇，对啊，哇！可是我想说，可以用那个门直接闯回家就不行，生存都不能闯。可是用鬼也打不死啊！可是反过来，你可以生存者可以打到彼此吗？我没有事，不可以，可以打鬼啦！怕鬼，阿基，怕鬼啊！鬼，繁星那里我知道怎么上去。来，我等你，我刚刚在。上一场死掉是因为跳过去，哦、是假的，你是摔死了。小雨在头颅区，跳头颅区，我在头颅区。我们不要再躲这边，他在地底的头颅区，他很废，我超废，我下来之后就从来都没动过了，跟我上一场一样。抓他，抓他！啊，抓我啊！大家都跳下去有没有？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及了我一开始卡太久了。哇！哎、欸，又撞死了！没有，我在试一个地方。我们俩来躲这边。好，试一个地方。哒哒！我刚刚卡在很奇怪的点哎、欸。要小心，不要乱跑。一堆书。可恶，生存者不能用那个门，用的太强了，还想乱来啊？想回去？对对对，而且刚哈基一上来，然后他秀出那个稿的时候，我就吓到你了。你以为什么鬼？是不是？对，我想说你怎么有武器？自己人，自己人，不是我的伙伴吗？现在自己人，他就是没当过鬼啊！最常武器拿鬼了，真的拿鬼了，真的，真的。那我要把鬼王的武器藏起来了，超神屌了，过头了。他们有自己当鬼的吗？有啊，你要不要自己点啊？对啊，对啊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要成为凋零王。上面，哦啊啊，那团团点一下哦，好，信，还是说要两鬼？两鬼，哎呦，幸存者，三国成为你们可以两个鬼啊，哦，两个啊，
双轨，双轨，怕鬼怕鬼，我是断轨，我是断轨，断轨，断轨。你们是嘻哈团一条心，没有，嘻哈团，你不是见鬼，嘻哈团团吧？那团团杰克啊，在那边团结，什么鬼啊？嘻哈比较棒啊，对啊，我有点忘记他们的。哎，鱼要不要去？我那个很多头。哪里？我要，我当幽魂好了，我当幽魂。那哪里？上楼是不是？哎，再上一层楼。你们不要躲在那，全部等一起被抓。哎，怎么没点到的感觉？你可以别的，你可以别的，你哎，好不行不行，没有不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钻石包，被传了，被传送了。对，被传送了，是人看吗？对啊，这个，这么凶凶，哎呦，哎，我进来之后呢，中间那个是啊，这里呀，中间那个在哪啦？你们是不会全部都躲在头颅区吧？你们也太多在头颅区，你们在干嘛？不是超多头，等一下我没有过去啊，在哪里？直接抓三人了。来，我来带你，你上来一层，你上来一层，躲在那影院，嗨。那是鬼王应该要发光嘛？啊？在哪里？两个鬼王了，你们要自己发光？可以啊，是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在哪里有屏障？阿纪，你们让你们两个自己发光。皮肤 kill。你好像抽到也就站在这里。你们怎么全部在底下？你们干嘛？看到，你怎么全部都在底下？好好笑。哎，你如果想逃跑，可以来站这里。哦，对，这里往后退一下就下去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要这样子？我们的发光怎么那么假？哎，不要！来啦！我这里这里看远方有影院，我帮你找到他了。可是那边我不知道怎么进去啊。我们找一下，回家。这个哦，打一下嘛，你的血。等一下，别再打了，会痛。好了好了，我要追一下。哎，那谁传过去的？哎呦，为什么？哎呦，这个传送哦。哎。我在发光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发光。哦，我好像看到你了耶！如果两个凋零王都选那个嘞，好像看到你了。哎，这里，我走错了。我想要再绕一圈。大家打的是树影啊！那下面怎么下去的？影院那，影院那我知道啊，影院我抓，影院我抓。去吧。小雨从那里，哎，鬼会被打吗？可以啊，不是第一次找到地，鬼会被打到吗？对啊，那你会被打到。你这是非正规道路，这是正规道路，不是。哎，不要跑！发光，云月怎么在这啊？云月嗨，云月，他传回来了，传回来的，他上去。云月呢？他死了。谁的？环心跟杰克，对，中间，总感觉那个好像，哎呦，什么？你怎么下去的？为什么会有红石灯啊？等一下，你怎么在这里的？这边我好像有一点点印象，可是我要找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找一下，该不会是穿过这一切吧？忘记了，这个要找一下。什么？-75211-117？什么？啊？仔细找找看，有隐藏机关。哦啊啊！不是这里，走错了。他们在哪？我啪一声，怎样？啊！为什么？你吓到我了！繁星！繁星！没有啦，那个从小路那边可以接下来。哦，我刚走另一条路，我也是走另一条，然后走着走着，哎，繁星总在眼前，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哎，你差点把我打上去，哎，差一点。那个罗罗武器超烂，他打好多下。我跟你两个在那边抢，我的尾刀，打不到最后一下。抱歉。啊，哥，还不错，换一张地图。
30分钟了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刚好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是我家有些点还是应该怪怪的，不要去了，真的，你就直接把它堵掉就好了。对啊，不要那个按钮。虽然他好像感觉好像真的很想要让我们跳过去，就是每次想要让我们找要怎么过去，还是有做一条路的感觉啊。对，但反正两个鬼好像比较 OK。之前还以为只能一个，就哎两个 OK， 两个凋零王就很恐怖哎，那个用凋零技能，真的直接对技能，技能又太强，不然就变成是不能重复选吧。对啊，自己规定一下，就是一个鬼就只能选一个这样，嗯，那就还。突然手机有个技能啊，开场感染一个。哦、好，等我一下，我厕所一下。好、哦，应该要那种啦、你先加进来。感染模式，对啊。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自己会被那个会被当僵尸王，一进去躲好之后就有没有？嗯。你刚看到中介门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有中介门，好爽！这张我不确定，不确定国外的地图，哦，国外的，对，但它就是 hide and seek， hide and seek， punch lobo， 猫猫 ，hunt turtle， 喂。Library 还有很多设定可以调，但我觉得我们就不管，就用基础的，直接玩了就知道。地道屏障限制，因为怎么已经这样子了？你怎么会密码？哦，这里可以选对。这里有那个可以选对。就已经 hide 跟 seek 有什么？选对这个纺织机。哦 ，hider。哦哦。所以他没有随机吗？不知道、欸，好像没有随机。嗯，感觉有点酷。哎、欸，酷可以跑上来。你没有，你没有颜色，我怎么没有？我想一想，要进去啊！要选，进去到里面，进来选，进来选，对。哦，那我们就那个，哎、欸，他自己啊，什么什么，哎，对啊。那个、啊、那个小雨，我们就随机一下啊！你要去那个黑色地方就可以随机了。没有吧？没有吧？等一下，黑色地方、啊。我刚踩上去没有东西耶、欸。没有，没有，我刚踩上去没东西。他一样会选队伍。还是要、啊。Random Seeker。先那个啦，要先脱掉。有，他要写 Random Seeker， 现在是开的，不是吗？那现在是随机的那个。对啊，现在是随机。对啊，我记得好像有啊，那就真的随机啊，随机了。啊，开始游戏在哪里？开始游戏，抢他头上那个吗 ？Trick or treat，Trick or treat，Trick or treat， 找一下。Click here，Click here， 这有一个 Click here， 这是 setting 吧？哦，是吗？嗯 ，Ready up， 哦，中间那个那个中间那个道具丢出来。嘿，哦，要都准备，大家都 ready 好，谁还没 ready？ 哦，哦，可以点了。有了 ，Stuck in， 所以这也是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真是对，也是杰瑞，哇，这个图也是蛮大的啦，对，所以，哎呀，你看那个时间倒数很快，很快，太快了啦，快跑，快跑，躲啊，躲哪里？我们还没走到就要出来了吗？天元，好走动，真的，快跑，快跑，你可以再待个30秒吗？30秒，30秒逃。再三思考是不是？看这里还有那个啊，有什么技能？嗯，对啊，上不去，这里没有任何路可以躲。我什么技能都没有，你什么技能都没有，对的，躲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那你可困难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也在上上面？我靠，我在想这边有什么地方可以走，你知道吗？好像，嗯，我进南方怎么回事啊？哇，这里是哪里呀？这是哪？好大一张、啊！知道了，有有，还可以更往上，还可以更往上，反正就往上就对了。等一下，我点了一个指南针，这个指南针是指引我道具是不是？不不不不不，哎、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。真的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真的不是。哎，是啦，那个是谁？这个怎么进不去？哎、欸，你打人好不痛哦？你这是鬼吗？繁星变了，这样摸一下就是了、哦。对，摸一下就是了，摸一下。哎、欸，这里有屏障，可恶。我看它地图是蛮多东西的，那我们会摔伤吗？关很大，好像会。
我要死了，我真的要死了。嗨，有回复效果，所以没事。在哪？你怎么又死了？不是有回复效果没用，回复一下就死了。等一下啦！啊，你没有，我们是在这里。当鬼可以慢慢找啊。这里，哎，以逃跑来说就可以去一些。我要死了啦！哎，我变恶鬼，那我还逃跑，白痴！鬼就只是这样啊。对啊，摸到一下就没了哦。哎，你怎么也在那？就瞬间变了。哦，原来可以这个自演自演，有这个道具哎，地板上会掉道具，有道具啊，有道具，我捡到一个道具，就可以丢，可以漂浮哎，哦，这个会浮哎，哦，超浮，那时钟我不知道干嘛的，哇，这个什么鬼？哎，有显示东西哎，哦，楼上比较好，楼上比较好，你干嘛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哈哈哈哈，这里没东西耶。我怎么走？团繁星，有了有了，上来了。哦，有人笑得很开心哦。笑成这样，笑干呢？笑嗨嗨。这个 Sugar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好好奇哦。雨月，你就直接站在那。Sugar Rush， 这个位置我也不知道从哪边去啊。阿纪怎么了？站在这里。没有，找到神点了，没事。怎么厉害？哎，那时间倒数怎么停住了？对啊，没有了，他走得很慢，他走得很慢。好太慢！不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我是自杀。